你说咱俩是恋爱谈的，偷偷摸摸的。你还说呢？那不都是因为你啊？害得我有个这么帅的男朋友都不能公开炫耀，还要搞什么地下恋？好了，带你去消消气。去哪儿啊？ 就是来游乐场啊！上回没陪你来成，这次给你补上。嗯，看来你早就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 这里的小火车被称为表白圣地，凡是在这里迎着月光告白的情侣们，都可以长长久久的一直幸福下去。我说，我喜欢你。谁允许你喜欢我了？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。我今天的告白不是来让你允许的，而是来通知你，你无权拒绝我对你的喜欢。便当记得吃哦。 这又是什么套路？我会是被下了情蛊，把我谢飞当成什么人了？谢飞傲娇自恋型人格，对付傲娇男只有两种办法：一，打回去；二，直接无视掉。很显然。 我肯定是要打回去的。对付傲娇男，战略一：贴身紧逼。自恋嘛，追上之后再改造吧。傲娇就怼，自恋就劈。你这朵娇花，老娘的辣手催定了。